还猜不猜了？猜呀，为什么不猜？我就不信我猜不出来。好不容易赶上你们饭店搞活动，哼，我怎么能错过？猜对了，可是给3000块钱奖励的。哼。哎呀，我走过很多地方，这个脑筋急转弯啊，猜出来的人啊少之又少。哎呦，要不你就别猜了吧。哎，我不知道你回去吃多少核桃，才能把今天浪费的脑细胞补回来。你是不是小看我？什么大看小看的？我压根儿就没想着你能猜出来，你快点啊，后面说不定还有别人呢，你猜不出来那就让别人试试吧。谁说的？我已经猜出来了。那你说说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火鸡。火鸡没有翅膀。火鸡也有翅膀呀。哎，你是不是没吃过火鸡呀？此火鸡非彼火鸡啊，我的这个是能打火的火鸡。你仔细审题好不好？我这个鸡是一个动物。动物啊，那非得带上这个鸡字呗。是啊，必须带上，不然都像你这样，我不得赔死了。那是什么呀？我感觉也没别的了。哎，时间到了，快给钱吧。给就给。哎呦，姑娘啊，不就3000块钱吗？咱不要了不就行了吗？你看看，一会儿功夫你搭进了1000块钱啊。那可不行，我眼看就成功了，哼！老板，来份陈年干锅，可好吃了。啊，好好好，嗯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答案是田鸡。不，你找人作弊啊你？我可不认识他啊！哎，快点啊，拿钱给我，快点！给就给吧，你凶什么凶啊你？快点！拿来吧你！哎呀，这么快3000块钱就到手了。哎，老板，你还有没有别的脑筋急转弯啊？我还想再试试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真是没有就没有了。哎，满汉全席啊！哎呦，什么事儿啊？